尘飞悲伤，玩一次害你在心口难开吧。好，有没有人解释一下规则？我先去拿个。解释规则就是算是一个不要做挑战，然后你头上戴的一个牌子会有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什么或者做什么，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，如果做的话你就要换掉这张牌，然后你就输了。然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坑蒙拐骗一些看起来傻傻好骗的人，让他做出那些那些行为。 OK 好，我玩这个很厉害的。对，上次说这句话的人。好，抽吧。是啊，那我们每个人抽一个，直接抽吧。对，然后自己不能看，然后举在自己的头顶。 OK， 我们要不要设定一个场景啊什么的？设定一个场景，那你说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剧情来连贯我们。那就在就在星梦剧院吧。哦，星梦剧院。来，我来给你们贴一下啊。好的，好。哎，李佳，你说你这样真的行不行吧？啊，佳。哎，没。为什么不能不说话？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，但现在还没开始。我有没有不说话吗？真的是。为什么说话不理我？啊！好笑吗？我这个。最近。我是什么？说实话有点挡视线，我有个斜刘海一样。太傻。那我们先开始一个话题。好。OK， 说什么话题呢？我们什么？你说。就是在终极任务的时候。啊，在终极任务的时候啊，王毅，终极任务。你觉得终极任务这场公演怎么样？王毅，你觉得如何？评价一下终极任务。对，就你可以浅评一下，不用深入，细说一下。对对对。哎，你们别这样，别这样死盯着他。哎，那个江山，你对终极任务有看法吗？你说说呢？说点什么都可以。好啊，除了好没有别的啦。帅。除了帅没有别的啦。还有什么别的？我有一首最喜欢的歌，瑶瑶你猜是什么？瑶瑶。就是江山跳什么歌曲都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江山有没有兴趣跳一下In the Dark呢？我没反应过来，我还在躲避了这个。你什么反应过来？你反应过来没有啊？听到了，有还是没有？你也中了。哎，我们不要偏台，不然这边的观众有点不适。这边的观众也对不起大家了，我们来了啊！回来了。然后陈梦阳再次接掉一张。为什么？换吧。怎么会这么快结束？今天我做前辈，你做后辈吧。那什么样？你觉得就是，加油！就是呢。啊？为什么？加油！再接一个。什么？瑶瑶为何如此啊？瑶瑶这是什么？我记得他。昨天。你怎么样？听得到我说什么？我什么呀？
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难。我觉得难、我也觉得。你刚刚那么溜啊？哎，这样子吧，既然这么难，我们缓解一下气氛，我们来拍一张照吧。哎，可以可以。耶、yeah! yeah! ！怎么啦？哎，王爷，你要不要？你就是要不要跟江山一起就是合影啊？因为你们不是什么小偶像都要合影嘛。现在是我不要。啊，现在是握手会环节。现在是握手会环节，你跟他合影吗？那个长安，长安 ，OK， 长安，好，那你就是来吧。那你喜欢合影吗？我不要。好，好，好。袁琦，你现在夸我三个优点。你夸不出来啊，好好难啊！你凭什么夸不出来？你赶紧给我夸。对，美。啊，我以为他说没美啊，这不行，你别夸我呗。那好，我不夸你了。太难了，真听话呀，袁一晴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可是你人生啊，啊，是是是啊，别想扰乱我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谁都别想扰乱我，是不是王爷？不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设定一个场景。我也觉得啊，一个场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讨论我们下一个新公演该怎么办。哦，是吧？大家对于下场公演有什么想法？比如说想跳一些女装啊之类的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想法？ 对， 对下场公演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江山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如果可以拍照就好了。公演拍照是吗？对、他在聊工作。哎，聊聊。太开心了，居然把王毅给那个干掉。来，江山拍照合影，你想拍的？不要，不是我们跳那个上次跳的那首歌，最后那个什么校花校草，我们跳，跳那首。什么校花吗？你们跳，你不跳，你是不是不爱上公演？来，我们跳那个。自信满。来，江山来。其实我很好奇，我这到底是什么？有这么难吗？你怕不怕蜘蛛？怕不怕蜘蛛？怕不怕蜘蛛？我比较怕坨坨。怕吗？你怕吗？你怕坨坨吗？你怕吗？那平时照顾坨坨的时候、你不是说你想给你妈妈养买只加菲猫吗？哦，原来这样。你打算什么时候买？什么时候？但加菲猫挺可怕的，是吧，王爷？啊，是啊。十月。可是我觉得加菲猫不是很可怕。十月干嘛？十月干什么？十月要生日了是吗？怎么送给他？送给谁、啊？送给他啊！你是要把那个送给他是吗？那加菲猫啊！啊！阿星，聊猫，再抽一张，叶总，再抽一张，我骂你，你怕不怕？不要看啊，不怕。你好，你觉得王毅会怕吗？没事，不用粘，我拿着，我拿着。王毅人正直，对不对？王毅怕什么？你自己说。王毅什么都不怕，我只王毅怕什么？你这啊，你这是你新的是吧？对，佳恩就是他新的。佳恩，你后面那个链子好像开了，你要不要？啊、那帮我拉下来。哦、啊，是对不起，说错了，张鑫，你那个链子好像开了。这二有一点明显，颜色差的有点多。这样吧，江山。江山，我们来教张鑫跳舞怎么样？来，你说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教张鑫跳舞，这样子，来跟我一起做。我不配。我们唱那个，如果有你在，那个。好，预备，起。如果每次转身都有你在，眼泪的歌有什么资格掉下来？怎么张鑫啊？哎呀，回来！哎呀，来呀！怎么下台了？就那既然这样子不，那个张鑫不想跳，如果你愿意在，还是我跟江山教他跳舞吧。来，那个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这个太简单了。我们教他跳舞啊！对啊，那我们来比赛，比赛做鬼脸，看谁做鬼脸做最丑。好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对江恩来一次，不是？为什么啊？就一起嘛。因为对啊，对他对他做来一次嘛，就是那个嘛。你看，对啊，就是再对他来一次嘛。我不要。我们一起做呀。一起嘛。一起嘛。好不好嘛？哎，行吧。张鑫，我们俩教他跳舞。这个动
来一起，来一起骗家吗？说什么？撒娇了，我的妈！啊？谁？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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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江山！哎呀，好累啊！啊，你还帮他挑一个呀、啊？不行，他们两个都没有换过。那没办法呀，我们智商高。本来、哦、确实，你们太明显了，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有点太明显。我很想知道我这是啥。你举着。那、啊、我举着。江山贴贴贴贴抱抱贴贴抱抱贴贴，江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过于明显？江山真的不会拒绝。不不，江山现在怎么都不会拒绝人，没什么别。天哪，不合理了呀！我的心如死灰了，裂开，这样也失败了。那我宣布，那个袁一奇现在立刻下台。好，你有点反抗精神，好不好？好难呀，好难呀！是吧？是吧？这个确实很难，难就难在什么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我就是没有被淘汰。真就是很难。哎，可是你怎么想到的？你弄弄弄，你给我好好讲话。哎，王毅，你不觉得你不觉得李佳这样很吓人吗？你怕不怕？不怕。那你怕谁呀、啊？他怕的东西是不是很难说？要打电话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怕不怕？怕吗？啊，行，怕怕怕，我怕，我怕，屈服了，终于可以换。好了，我怕，怕死了。啊，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哦、对三位已经。嗯，就是说有些人确实很厉害、啊、一个狠角色啊，张世宁、啊嗯、因为你们这个有点太明显了、嗯、那你来猜猜你是什么、嗯、比心吗、啊、眨眼吗 No Wink 吗、哎、好聪明啊，那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吧，是这个意思、嗯、还很聪明。那江山呢，猜猜你的贴贴可是反过来抱抱反过来、哦、反过来啊，好难啊，我这个好难。如果是叶怎么样？什么？如果是一个哦，你知道怎么样？我们要适当的说哦，推推推开，对哦，我看一眼，真的好难，我没有人，你自己呢？你自己你知道什么吗？你这个确实挺难的，确实有点。我刚刚是不是太简单了点？嗯，但其实也没有，就、嗯、很简单，蛮简单的。嗯，支配，你觉得呢？说我觉得。不是，没有啊，不是，你觉得你这个难吗？难，嗯，怎么难？简单呢？有多难？有多难？好难哦！哦，对对对，哎，我这啥呀？你这个很明显啊，就跟我一起跳舞啊！我以为这个是什么拉拉链还是干嘛？你们一直让我看拉链，那为什么不把手放在我们身上？是，你猜到什么了？这样子吗？差不多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吧，你看看吧。手放背后，还掉了个头发。本来头发就不多了。好，那我猜我的就是胡言乱语。不是，不对，是，不是，就是口齿不清。不是，撒泼打浑。没有你想的那么高端嘛，就是很简单的词语。词语。是不是你是我们对我们这样说，就我跟你说了个秘密，你能听见吗？啊，骂人。好，要么就你自己接，自己看看，你自己看一看吧。哎，这个是真的很难。我这个是什么？你这个真的很难。你今天要是真的很难，我是会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吗？真的，你很非常很经常。对，其实你说的，我经常说，你经常说的一句话。我就比如说，我现在让你下台，好啊，啊，我经常说不要，我也没
么听话吗？你就不会滚远点？真的？你不可以发出一些就是别说出来三个字的，我想的都不能说。反问，为什么？啊，差不多接近了。干啥？干什么？接近。你现在离开，你现在离开。凭什么？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确实很是我的风格呢。啊，好好好，然后对大家都很开心啊。嗯，好了。好，那 MC 就到这里吧。好，欣赏接下来的收人曲吧。耶、yeah. yeah.。